想多了，人心累，心装得太满了，就疲惫。很多时候，不是不想睡，而是睡不着。总有一些放不下的人，跟放不下的事儿；又有一些无法诉说的痛苦。总是习惯了一个人面对，不想告诉任何人。时间久了，也就成了烦恼。有的时候真的好想好好睡一觉，可闭上眼睛，思前想后，脑海里浮现的总是那些放不下的人跟纠结的事。总是在不断地告诉自己，事情过去了就别再纠缠，别再计较，可是还是心有不甘。所以总有一种想甩甩不掉，想忘忘不了的无奈。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其实真的不是不想睡，而是根本就睡不着。但是总是这样折磨着自己，真的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其实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，时间久了你也就懂了。看不透的事情就别想了，得不到的人就别再惦记了。往后的日子里，该好好吃饭就好好吃饭，该休息的时候就好好的休息，把心放得宽一些，放得大一些。永远记得，人生没有圆满，生活没有轻松。